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AG 在微博杯的磨合似乎不太顺利，连续几场比赛不是打平就是0-2输掉，但在昨天 AG 似乎觉醒了，最后一场比赛打 KSG， AG 用了九成和小北的组合，最终零封了对手。首局比赛一上来， AG 拿出了一诺的公孙离，九成则是拿出了沈梦溪。整局比赛双方打得都很激烈，阿泽的吕布细节满满，好几次都是丝血帮助队伍找机会， AG 也打得非常奔放，各种找机会打架。从中期开始， AG 用打架打出了节奏，经济差也逐渐拉开，最后一波团战小北的开团很果断，大招直接吼到了四个人，配合队友直接击杀了 KSG 三人，也顺利拿下首局。到了第二局， AG 的光之轮换又开始了，不过这次 AG 并没有换人员，而是让一诺和初晨换了位置，一诺用盘古打野，初晨玩虞姬，双方的第一波团战是在暴君处，一诺的盘古直接大招开团，九成马上跟进，配合队友秒掉对面三个人。 AG 这局比赛打得非常顺利，一度打出了10-0的击杀比， KSG 完全没有什么还手之力。这局比赛 AG 依然在主动打架，九成的不知火舞开团也很主动，最终 AG 2-0轻松战胜 KSG。 这场比赛 AG 几乎是全员状态拉满，九成的大法师和法子打得都很好，以前九成的火舞并不出名，但现在九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，火舞比之前强太多了，跟技能非常果断，而小北也和前天判若两人。 AG 三位辅助看来都有强势之处，至于一诺和初晨，在轮换之中也逐渐找到了感觉，如果是偏节奏型的打野可能都会给一诺，最近的橘右京、盘古，以后可能还有裴擒虎，比较能操作的射手会给一诺，初晨可能会多玩一些呆射。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AG 前期压着对面也去打了，一诺的前期节奏确实比较凶，期待这个体系用到正式比赛吧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场比赛呢？